还在经过各位的身旁哦，所以呢，待会如果说哎可以的话，帮我们让一条路出来啊。好，那待会呢，在我们两点半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上神教的这个迎亲的这个仪式呢就会开始了，所以呢，请大家再小小的来做一下等候，让我们呢先来这个准备一下哈，让我们先准备一下。是无食饭呢，伊迄是斜坡啦，你唔通安尼。哦，人有咧吃辣的，有咧吃辣的。好，继续安排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。也谢谢呢，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啊、哦。哎，刚刚呢有帮我们拍照的，有帮我们录影的，都可以呢，哎来关注我们这个脸书跟 IG。对，那待会如果说有想要私讯的啊、哦，可以来问一下我们，或者是问一下前面这个，问一下前面这个。哇，我们的丘比特，丘比特要出任务了，丘比特拜拜。啊、哦，就点头了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好可爱哦，我们的小白马。没有声音的，小英总。嘿嘿嘿，了解了解，我是那一块去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先来安排一下这一首歌曲哈。我们呢，接下来要这个。到这个倒数的时间了，所以呢，也让我们这迎亲的队伍呢，先来这个休息准备一下下啊、哦。好，继续安排这首歌曲送给大家。还没到的垃圾，还没用的照相机，还没光临。旅行，等待日落的巴黎，等待牵手牵着你，等待说着不愿意，等待未来每天身边有你，一天你的每一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是这一切都守着我们剩下的快乐，此刻想要的。
希望呢，我们有机会下次再见。来祝福大家呢，有一个美好愉快的午间时光。谢谢你们，拜拜。